接下来还要邀请到的是正义林社区，跟南昌丹麦葡萄酒庄合作带来了乐器，这个乐器特别。那稍待的一位特别请乐香老师林君哦，来聊天搞来回跳音啦，第二泡泡音，同时也还要表演龙凤，声音黑魔啊，哦耶哦。那今天呢，他们会带来两首曲，分别是《望春风》。小夜曲，第二片先不行啊，先给老师我们来试音一下好吗？需要吗？好，现在试音啊。那刚刚呢，我们附带里要带来的是非常热情的舞蹈演出，那现在呢是要通过这个葫芦丝来打破它，哎，龙头丝粉来打，哎，左右两侧呢都有红色的一点。非常的浪漫，那接下来下一首。
首曲子呢是绿岛小夜曲，我相信也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歌哦。